大家好，我是青菜青菜，我是小东，我是红红。今早我们来到 Modern Home Show， 是在墨尔本的那个展览中心。这展览中心是在 Crown Plaza 的隔壁，这个就是 Crown Plaza 赌场，这个就是展览中心啦，背后这一个。为装修要做家的朋友啊，提供时尚啊、环保的灵感的一个家具展哦。整个 Home Show 里面有讲很多东西的啦，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是叫 Eco Town 哦，听那名字就知道是可持续性弄到家更环保的东西啦。里面还有那种养蜂蜜、养虫，讲塑胶、讲堆肥的东西，那就去看看哦 ，Let's go。Home Show 是在第一个门跟第三个门，这个 Convention Center 这展览展也是上次我们来 Van Gogh 的地方，如果还没有看影片的人可以去看看我们拍的那个 Van Gogh 梵高的影片。这个展览展要怎么来呢？我们是用 Tram 来咯，有驾车的人就驾车来咯。 Tram 是在城市里面是免费的，那个电车很方便，就是在 Crown Plaza 这边消毒先。怎么我们会知道这个展览的 ？The Home Show 这个展览会，我们是从 Facebook 那边的广告跳出来的，一路路跳出来，我们就好奇，我们也 click 进去看看了，里面蛮多有兴趣的东西啊，关于家居环保的意思啦。入场票是免费的，啊，赞赞。主办的单位是这个 event 是三天罢了。说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我们是第二天来了，走，到了，在外面罢了，要准备 check in， 电子 check in， 这个是什么？哦，这是一进场还免费给你了，可以放 flyers 啊 ，catalog 都可以，多一个多一个啊。哇，人山人海，不同不同的东西。BMW 出电车 ，Get me one EV charger， 22kW。过后去看看，卖门。哇，这个是洗玻璃的哦。哇，厉害哦，是自上的哦。刚才看到 BM， 现在看 Volkswagen， very handsome， yummy yummy。 那个冰块那边都不会融掉啊。的轮一直可以在这边上面的，哇，超级大，你看那个桌子，这边走到这边，哇。Evo， 可以看看，很多老人家来的这个 Tiny House， 这个门很美啊，一片的，这个就是那个门哦，一片很美哦，看到都想睡了，好便宜哦，哇，真的很舒服哦，9000块，哇，还没有找到我们的 Eco Living 呢。在等老师进场，这里啊，要讲那个养蜜蜂的了，分钟就开始。Eco Town Learn to Live Sustainably， 他讲这个可以吃完，他讲。我们那天早餐哦，好像是哦，这样的吧？哎，真的嘞，我还以为是假的嘞，全部。看到吗？我还以为你开玩笑哎，哎，真的嘞，你看。很懒啊 ，Olive 在下面了，真的嘞，啊，很有心哦。老师进来了，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花。他唱出来，已经拿家伙出来了。老师进场了。Do they have the temperament? 那个在小木棉。
这是我们的 star。Because we used to just do seeds on the bench, okay? I tend to use the tap, okay?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them being in the egg cup. 他讲的 homegrown 可以拿一些种子种，将会有 free 这个 vegetable 拿回家种。真的有蜜蜂哦，你看，哇，可爱哦。这是用那个蜜蜂窝采完蜂蜜过后提炼出来，变成一个辣酱吗？有味道吗？它的壳的味道啊，然后 plastic 酱哦，有一点点含的味哦，啊，少少啦。哦，这个应该是它、啊、的名字，刚才那一个，这样子整个是500克。这个是 B 吗？还是苍蝇？苍蝇啊，还没是 B 啊。哦，这是它的头哦，可以抽出来哦。它盖掉了，啊，封掉了。刚才老师所介绍的，通常蜜蜂分为三种：雄蜂、工蜂，还有蜂王。蜂巢内通常都是工蜂，还有蜂王都是雌性。雄蜂呢，主要工作是为了交配而已，不采蜜，不打扫，不工作，就好像渣男一样。蜂王是一个蜂群的首领，他会分泌 pheromone， 食物是蜂王浆，负责产卵繁衍后代。和雄蜂交配后，它的精子可以存在体内一生。工蜂就是负责打扫蜂巢、采蜜，基本上就是谷类。工蜂会在蜂巢5公里内采花蜜。蜜汪汪，蜜汪汪。为什么防蜂服通常是白色的？因为蜜蜂的天敌熊通常都是深颜色的，然后熊的脸哦，都是熊的弱点哦，所以防蜂服通常都是白色的，而且最重要是要有保护到脸部，这样蜜蜂就不大会攻击你了。可爱呀，我们背那家。哇，上面是睡房，下面是厕所，还有一个厨房。啊，还有衣柜给你哦。喂、哎，不错哦。storage， 那个厕所，厕所应该是 combos 厕所了。嗯。现在 combos 厕所，那边就有一个窗户。说啦。这个好像大一点哦，这个 let's go 看看。好，我们找到另外一个 veggie pot 哦，大的这个应该是300块啊，好像也比较大一点哦。厨房，可能是 color 啊，看到没有那个颜色，什么都有，有一个门，嗯，小窗口，洗衣机什么都有。这应该是真的是有水的是吧？嗯，一样。还有到冲凉，最后就到睡房啦。睡房旁边还有一个叫门出去，风水 workshop， 看尿。他们也是有讲风水的哦。